还没照顾。从我在一开始步入国语歌坛的时候，新闻局就很照顾我。新闻局体谅我体弱多病，所以我主持两个月，我就休息半年。许多圈内的朋友，就是连我在内，今天高凌风能够参加金钟奖，每个人都感到非常的意外。我想在这里我真心的感谢新闻局给我这个至高的荣誉，我也希望不要因为我今天到这来颁奖影响到宋局长的前途。相见不知哪一天，我把一切给了你，希望你要珍惜，不要辜负我的真情意。这段情，我的爱，再见，不知何能再见。相见不知哪一天，我会永远地保证爱你在心间，希望你要把我珍惜，我永远怀念你温柔的情，怀念你我痛的心，怀念你甜蜜的吻，怀念你忘记这段情，我的爱再见，不知何日再相见。我的爱我相信，总有一天能再见。用一首歌表示